间到了，我们华西汉正言经的时间哈。我们法身慧命有法身慧命的粮食，我们那个肉体的粮食也有在各位的桌上哈。那个老师有说那个一定要吃完了，不能吸收啊。但是法师也答得很妙，我们可以布施哦。别再布施啦。整理起来比较好诵读了。老实讲，其实有的我也不懂，我们现在就是类似在问互动一样啊。然后我们那个什么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它一开始本来是由怎样来的？不做供哎，不做供，对，不做供哎。但是入定的其实供什么？华严啊。啊，入灭就是像我以我入灭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老师是讲
涅槃经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法华。对啊，他入灭的时候是讲到，有讲到法华经。我许多我两丢，因为老师有那个空呀，丢的这讲讲的东西。其他的经就是他当人，当人的时候，他人他是在人间，世间在世是在天上，听不懂就开始讲阿含。是不是在方等，对不对？啊，陆爷爷的时候就讲阿含经，在方等的时候呢，就讲佛像看到的非常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就是进入到这个生活的时候啊，在涅槃的时候都有个次第。那个《法华经》是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重要经典啊，它内容哈、涉及了大乘的佛教的很多的教义啊，所以被奉为大乘之王。老师讲，我到现在好大圣小圣都会让我脑的头昏脑转。那个刘教授用的比较清晰一点。啊、大圣跟小圣是差在哪里？大圣就是菩萨道、声闻、缘觉都包含。这主要是心量的问题了。那个是三魂，那个是三圣其实是唯一圣。啊、嗯，就是大圣的其中一圣，所以是。对啊，它就是一个声闻觉、缘觉，对，对啊，三圣。就是因为万法是归一的，就是一就是这一个而已。但是问题就是为了方便的，才把它分为三圣。三圣就是我们讲的声闻。声闻缘觉。那就台中是住你有地方住吗？住，然后还有缘觉。你要钻石租房子，台中租房子不便宜。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？菩萨，菩萨。那你现在又还没找到工作，你有拿，你有，你怎么会有前途？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一点，三圣。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法华经》它是一开始翻译的，是谁帮他翻译的？那个天主，不是天主，是天主。天竺三藏鸠摩罗什什还是什？那你如果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要跟谁？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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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那个，这不就不用自己就问你，就摸摸，他们会除你心头底一家，然后乖乖的去摸摸，摸身，摸身，把自己慢慢的问题处理回来，然后他是翻译的，然后来这边上课，现钱的。它里面总共有几卷，有没有人注意到几卷？不要跟我说说一卷。我们没有，没有想到那么练。几卷？几卷？不要增加你的记忆。啊，在考试呢。对啊，考试。几卷？几批？二十八。哦，好厉害！它其实它一开始是七卷二十七品而已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他是后来才，因为什么呢？我怎么可以？因为什么？他们要乖乖去做礼数，行不行？是每一个人翻译之后的那个吃的不用担心，你都爱讲没互动，真的不懂，然后就互动，要每个个来讲。亲姐，我在学校为什么每个老师都没 A B 尿床啊？哎，对呀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刚刚说圣，然后他
前面不是都用机遇跟碧玉吗？然后后面的结构，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？你跟老话，你的结构全自己会改变，控管爱球，因为它有分两门。哦，我一起的小叮当的任意门，因为一个机门一个本门。嘿，对，它有分两门。是冰箱还是上厨？你敢想一下，我们有分一个什么？机门、然后还有一个什么？本门。对。你啊，所以是你刚刚那前面的圣安哈，还有一个任意门。我有任意门在这里，随在你这里都是来，我不要去随在你。然后我们大概就是，通常我们喜欢把那个什么。它的两门里面，我们还有可分为什么？三分是哪三分？点入味。三分，你翻书的时候就有啦。我们开始分九分、三分啊。不是续分。对，好厉害哦！在那儿你真的好厉害。在哪边？你开始，我跟你分面膜来。你把它崩了。三分啊，有分三分啊。两门三分那些压的，像你家有是三色下面，两门三分，三分起对三分，头都起一半，头，身体脚脚，三分对头，去分的是头，正中分，啊等于身体，然后还有，啊脚要出去走啊，得流通了，很容易记起啊，像那个宝宝经，那些我感觉宝宝那经脉里面给浓缩到只剩下一点点，所以基本是什么？基本当时在讲什么？就是佛陀垂化人间的劝法啊。基本是什么？正在讲啊，基本啊，正在讲。啊，我差不多在今天把火起来就。他在想飞机的机门，我才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头机是来的。对呀，所以他反问我机门是什么？机门在机场上面就有看到机门。然后那个机门就是佛陀在搭的，佛陀垂化人间的时候，就忘了用这些规定来的，不是规定来的，就会看到。它的序分都是什么？下面是基本啊。啊？老师叫咱那羽球，我今帮做团的，以前我比较不会那么爱笑，今帮羽球，他以为我都一起传，哈哈哈哈哈。老师，你这是没出现不把那个羽球的汤面开始了，真的给我一定不造出来。然后那个序分讲的是什么？基本功要吗？啊，基本功了。基本，我你来讲完。飞机的门。我都听无。我讲基本是佛陀垂化人间的时候，就是咧劝人家的，劝人为善的那个食物啊，就是你走过，就是一走过。还走过病人痕迹啊！还走过病人，哎，我好厉害！我刚刚那几件事，人事物都有了。哎呀，就是从车啊，这边哪阵？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威逼啊，世界逼，我们结善缘的时阵啊，所留下来的。两只脚啦，两只脚就有脚印啊，有啊，无人机。有啊，就是凡走过必留痕迹啊，就是它的机门。不一定脚印的，味道也是的。那古米听说还味道蛮像的。对，其实他就是在讲，他每到一处啊，他会开经明示啊。哦，好厉害！这样讲可以吗？嗯，好厉害。解行准备啊，也是算我们基本也是跟我们旅行者一样的哈，就是其实你用较简单的方法，一直搞我经济卡，你会发现哈，你也可以每天跟人家传法。嗯。你哪爱看爱看红花经，他就可以一面讲故事，然后续分其实是他的。经由机门的因缘所分裂出来的，也就是他每他假设说续分就是类
陪同，如果我来到台湾，然后我走过了屏东，走过高雄，走过嘉义，走过台中，走过哪里，然后我就区分那个我在哪个基门，就是我到哪个地方，曾经留下来，我曾经在这边讲过的因缘，还有他其实我区分，就是我在哪，就像老师现在开始要弘他的那个心灵讲座的话，他就会在哪个地方留下机门，那你就可以从那个任意门进去，哎，要干，哎，各靠一个，那个就是区分啊。然后正中分就是佛陀都会有用最怎样最方便的法门，有没有那个任意门里面他那个小叮当肚子拖出来，随便一个门都可以怎样？都可以让你如法，对不对？就像老师的功法也可以随便，就是可以进到我们体内，就是让我们的什么 APP 上来啊，就是这就来正中分，就像他用最方便的法门在说这三圣，无见听无会，那是老人家有没有？他就说无见无见，你老人家你哪会晓？哦，声闻的部分不一定要看得懂。你得把我叫一个好了，现在黄老师也可以念这样，你叫黄老师一个来，你就我早上在邓坤那个啊，那嘉玲姐，你那一晚饭都加老师的那个磁场在里面，他就说老师说这个加哪加哪，哦，我们念来对了，加什么都要念，那种感觉就像这样一样，那种正中分，开始我用以实物来讲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，你听不懂可以抗议叫我下台，没关系。因为我讲的都比较想要让你们赶快迅速把它记起来，我不是补习班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快。然后你看佛陀他为了要用方便的，所以在声闻这一块他用了很多的什么比喻啊，他比喻举了哪些譬喻啊，譬喻好，他是老师我讲的那个是譬喻，是譬喻，譬喻哪些？声闻部分他有写了那个譬喻啊，他为了要让很多人都能用行很方便的法门，那个方便吗？火灾吗？对啊，居呀，三次了。你讲完后，一直不管是火灾，说什么来引的？你怎么就是火灾嘛？鹿车马车那些牛车那个，对啊对对对，他就用火灾来比喻人的什么，比喻世间的什么贪嗔痴，不是啊，他在讲三界啊，用火灾来比喻三界啊，也就是说灾难来了，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还会怎样迷失方向，还搞不清楚到底在哪里，你看你那是做天真呢，他可是大难来了他还在继续玩，我不知道你有上网去看那个卡通影片有吗？对啊，结果那个国王，哎，这好像有人词语，你没看过这一片吗？还不错啦。等我，没关系，我写一下，然后再讲一次故事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那其实就是那个小孩，就像我们。对啊，我们第一个我讲到叫放下就偏偏放不下。不是火灾玉，不是躲灾玉呢。你给你写火灾玉。火灾玉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，这些人都是我执很重，然后怎样，当你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已经忘了灾难就在你身边啊。你看那个故事里面，火灾玉里面就是那个国王有三个孩子在怎样，一拖好伫金城堡内底啊，伊安尼在耍啊，堆木屐啊，在跳圈圈啊，在做什么？结果就有一个臣子啊，赶快跑来跟国王讲说：“国王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个哪一起个公安城，我忘记他讲的是什么城，反正就是他在跟国王说哪一处已经着火了。可是重点就是。”你的三个孩子在这个城堡上，然后
国王居然都没有，那个片子里面做出来的就是国王都没有惊慌，然后他说没关系，我来，然后就一起用这就平静的心去处理。为什么他会平静？你觉得呢？这个故事里面，然后他很平静的要去处理这个火灾的事件。火灾事件是三个孩子，是他自己的孩子。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三个孩子在那边，人家跟你讲，你刀会小手，你剑会起来，对，安尼你下意识会什么？跳起来就丢啊！就是没有智慧嘛，对啊。啊，是啊，你无做国王，但是因为你无地位啊。你讲你马上跳进去啊，就是你无地位。啊，你有话要说？你要起来，我要起来洗手。我用没看到洗手。快呀！来，讲我去头来，今天他说去头。然后他那个国王就非常有智慧，他就请了他的那个臣子去准备什么？大白车。那三样东西，一个什么？鹿车。鹿车，对，还有马车。羊车、鹿车、大牛车。鹿车、马车、羊车。对，又是大白车啊。大白牛车。大白牛车第四个。真的，你们真的没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有啊，里面经文就有写啦。对啊，我是说，还有些老菩萨你好像没听过，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。然后这个大国啊，我们形容的就是三界，就是咱即卖天灵地来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了。结果好多人都还在那，就这个三个孩子就是什么？这个三个孩子就像众生一样啊，然后怎样执迷？他一直在迷在当下的人，他明明就有听到他父亲在教他们，可是他就是有人听到就说：“哎，我有听到，你看咱那算咱这当对的同款呢。”有些人就会说：“哎，我有听到，现在没搞到呢。”啊，有些人就说：“那我咪卖神经质啊，就没有。”他就继续玩，有没有？在我们的工作上也会常这样，人家都跟你讲说：“哎，我听到生命两类化，生命类化救命，无啦啦呜，继续。”啊，有些人就是很奇怪，你哪类为何不要过于这专注？啊，另外的过很奇怪，他怎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怎么会明明已经我刚刚退休过，要个比较执着啊，还不想要逃离，甚至有人怎样？已经灰熊花哥往火坑里面跳，火坑里面跳是你哪逼谁要逼刘教授？他刚不是说要往火坑跳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说我是要去救你啦。舍身成仁，对不对？然后国王，我们故事继续讲下去哦。那个国王后来就怎样？就给了臣子准备了这四个车，要做什么？他就在门外就一直喊：“孩儿们哦，有没有听到我在叫你们？快点来，快点来！我这里有四个大玩具哦，你们要不要赶快来？”然后他们就有的好像有听到，有的又迷迷糊糊。后来有人出去看：“快点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反正下面有很多的那个玩具啊。”然后。玩具虽然是玩具，但是他们觉得看到了当下还是一种的执着，他还在想说要下去还是不要下去。结果国王说什么？国王讲了一句话，他也就很冷静讲：“来哦，我即马就看恁三个对起来走哈紧，对起来先跳上鹿车、马车、羊车、大白牛车，哪一个先上哪一部车，我就把那部车怎样送给你啊？然后看谁跑得最快，再多送。”哎，结果他们三个就怎样自己下来了。你看都不用去救他，他自己就怎样？为了这些人救用，你看在最后要死的那一刻还会怎样利益起行？没事啊，都想着讲我买。对不起，打岔一下，马车谁讲的？马车他，来，那个大黑无敌的那个对吧？我
在我演女呢，因为我也没有金，他那个是我演女的，所以你看，皇上用了一点点小小利益，就怎样救了他三个孩子，然后你看看国王是谁？八戒是。对啊，国王就像一个执事者，他其实他已经比你们更清楚怎样在哪里，可是偏偏就怎样，有人哈、哦、常常会明明知道。大智者在哪里？可是偏偏就是，咱叫一家有功，我跟他一家他别人，就像导航也是一样啊。有一种人装导航，在前面整张意思，那就是导他的啊，有人也想跑去走路，结果还是走错。啊，某一种人，哦、很执意的要相信导航，结果被带到坟墓去哈。有、哦。哎呀，啊，我都待在海边，啊，所以谁对谎在？这就是自己的意识跟智慧去判断。如果你觉得，哎，明明一直行，这导航都行不对，你还不如继续行，当然你会厉害呀。啊，所以说这里面看到的国王就是智者，就是咱讲的白净嘛，对啊。那你看到的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去看到什么东西？然后这三样东西是什么？这三样呢？它举例是什么意思？例如在什么？应该是羊车在前面吧？不是啊，是不管它是什么车，就是那半年用生活圆觉跟菩萨的，对啊，跟菩萨，对啊，它就是在带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什么样的情境可以带动别人，怎么跟他跑？像我刚才也在车上跟老师分享说，我真的很想要把金刚经哦，为第一批有什么趣味的地方啊，我都很想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为第一个第一卡什么小贝来，所以今嘛铁椅考过了，讲你有最好有做甲迄个迄器官每一个都弄到好好的，我讲我今嘛咧到我袂好了，我当我想好嘞。所以哈，我觉得越读越有兴趣的地方就是你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记起来，因为毕竟那是前人的学问，然后你现在要换成是你的智慧的话，那真的是用简单易记就好了。哎呀，我今晚你看嘞，英文都在背口语，有没有？嗯，最简单的方式记起来。然后它总共有几个比喻。譬喻哈，几个譬喻，你莫不讲道理呢？再来，我再来个眼睛啊！啊，组长，是啥物？化神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穷子玉啊。穷子。药草。穷子玉是叫做药草，是不同吗？药草也是吧？化神。啊？化神是化神。对啊，然后药草，对，药草，还有嘞，杏姐算吗？杏姐不是的，杏姐就是三个一般，七个哦，七个，化神玉，还有嘞，那个嘞，我下一个要看，别动，别动。还有什么？依珠玉。